有这样一种宠物，当你看到它第一眼的时候，一定有三个字从你的脑海中跳出：小短腿。时下它已变得非常出名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网红品种。它就是鼎鼎大名的电动肥臀柯基犬。我是双重宠物美容培训学校的老师，我叫安妮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柯基犬。小短腿柯基，全称威尔士柯基犬，是一种小型犬。但性格非常稳健，完全没有一般小型犬的神经质，是非常适合守护小孩的犬种。它们的胆子很大，也相当机警，能高度警惕地守护家园，是最受欢迎的防护小型犬之一。柯基犬虽然体型较小，却一直深受高阶层人士的喜爱。从12世纪的查理一世到现在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，威尔士柯基犬一直是英国王室的宠物。威尔士柯基犬的被毛也是非常的好打理，每周只需进行简单的梳理，性格温和，很喜欢与儿童相伴。柯基犬打理也非常简单，它属于短毛犬。便于室外活动，不必像其他犬种每年要花费一笔不菲的美容费。由于该品种无体臭，只要保证简单梳理就可以。它天资聪颖，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。如果你与一只威尔士柯基目光对视，就不会对它的智商有任何怀疑了。幼年时期的威尔士柯基便可在很短的时间内听懂简单的口令。成年后体现出的服从性和判断力更让人叹为观止，而且柯基犬遵纪守法，多数城市的养犬条例中规定，禁养监高高于三十五公分的犬，柯基犬它只有长短不见高矮的独特风格，在中国不在禁养范围之内。你喜欢这样的小短腿吗？